我跟你讲，今仔日你若是歹，让我将好你的分配带倒转去，你才会找歹看。哎，姓爷，你莫让我歹做人啊！你才会让我歹做人。现在，现在。参见观世音菩萨。莲莲，你拢配合。是。观音大师。悟空。你搁咧乱来？哎呦，观音大师哦，我哪有乱来啦？是我失手哦，将好溜拍死的呢，所以我应该想办法将伊救活，所以我才叫负责任啦。临死不能复生，这是阴司地府的规定，你哪会当为难伊？好溜。你去把孙悟空打死，本座会替你做主，害你一个公道。我辈无常，在，将伊押去王师城，等到阎王发怒。是，娘，蛋姐，哎，蛋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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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大圣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斗三工，我才会当抓住狐狸这条阴魂啊。哎，奇怪。那是你甲我说多少？应该是我甲你说多少才对啊！你甲我说多少？无咯，大圣爷，你甲我斗三工，但是出了阴魂的代志啊，想阴司应该就会看开。你甲我斗三工抓着阴魂，应该我甲你说多少才对啊！哎呦，因为哦，我要带伊倒转去哦，互伊起死回生啊！啥物？要带伊当起死回生？是啊。哎呦，因为我无一定失手将伊拍死啦，所以我要带伊回阳，予伊阁活倒转来啊。这件大事啊，我无可能会答应。啥？你无答应？为啥？大圣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既然乌鸟去予你错手拍死，人都死啊，本座绝对无可能予你带乌鸟的阴魂回阳去起死回生。哦，那安尼我知影，你是毋是行伫阎王面头前，无法度交代对无？哎呀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会替你伫阎王面头前替你解释啦，所以哦，伊绝对袂怪你的啦。大圣爷，乌鸟已经死啊，唔管你什么心，都拢袂用服我。哼，这是哦，阴司的规矩，我不管你甲阎王的交情偌好，这件代志啊。我绝对无可能答应你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即摆是无咧惊我吼？我本来就唔惊你。大圣爷，我是尊重你，这代志若搁惹，大家真歹看哦。啥？我伫咧找歹看？好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若是歹，让我将好你的分配带倒转去，你才会找歹看啦。大圣爷，你莫让我歹做人啊！你才会让我歹做人。现在，现在。参见观世音菩萨。莲莲，你拢配合。是。观音大师。悟空。你搁咧乱来？哎呦，观音大师哦，我哪有乱来啦？是我失手哦，将好溜拍死的呢，所以我应该想办法将伊救活，所以我才叫负责任啦。临死不能复生，这是阴司地府的规定，你哪会当为难伊呢？就算你要破咧，嘛爱先顶破玉帝。玉帝若是稳准，到玉旨到阎罗殿，阎王若是答应，才会用交代因放人。哎呦，你做手续遐尔麻烦啊！我才无迄个美国时间哦去申请啦。哎，那无安尼啊，观音菩萨，无吼我就先将狐狸哦带倒转去啦。飞机哦，你伊嘛无代志嘛，你就帮我去补办迄个手续啊。本座已经替你办好。哦，敢是真实？观音大师，你哦袂输我巴肚内面的面汤啦，我都还袂讲，你着啥物代志拢想着啊？张飞，小心在。你真将一手，本座真欢喜。狐狸是一个孝子，玉帝已经允准伊回阳啊，你着放伊随悟空转去。遵法旨。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观世音菩萨。